门农巨石相位于卢克索的尼罗河西岸，两座石像建造于公元前14世纪，距今约3300多年。石像为古埃及18代法老阿门侯泰三世，被安放在阿门侯泰三世的葬礼神庙前面。两座巨石像相同，高18米，每个重720吨，它们是由石英砂石加工而成。而这个石英砂石矿远在开罗城边，距离这里675公里。当时石像是客好运来的还是陪料运来的？如果是陪料运来，重量还要更重。古埃及人是怎样把这石料运来的？在北边这座石像上有107条古罗马时代公元20年到公元250年用希腊语和拉丁语刻写的铭文，说明此石像为公元前1200多年前的古希腊特洛伊战争时代的传奇帝王门农，而实际上是古埃及的法老阿门侯泰三世。虽然如此，巨石雕像依然沿用古罗马时代的称呼门农石像。